S1B 色的电动打码机操作如下：首先插上电源线，然后假设我们要用手动的话，手动脚踏的话，用先接上脚踏板。打开电源，温度调到自己适中需要的温度，我们出厂是3，然后为了加热快一点，我们先可以转到转大，然后预热10到20分钟之间，温度热了之后，我们可以调节到自己需要的温度，然后这是速度，这个往这边搬是自动，往这边搬是脚动，脚踏，脚动。对了吗？我的一点，我手，这样也可以了吗？君海州家的那个插头就要标准的哦。要暂停吗？清楚不？嗯。要暂停。